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。 今日带大家过来看海面安畔的一个中层次单位。这个单位呢，它总共是2847个复式单位来的。一入门呢，咁呢度咧就有幅墙嘅，咁呢度咧就可以做个鞋柜啦。咁首先我哋睇下面一层，呢度咧就有个大厅、饭厅位置。好，我哋由手边睇起，有个露台。咁自己住咧，咁就最中意有露台啦，去晾衫同埋开浴。空气都好啲，呢边就系厨房嘅位置，厨房都好大，呢度有个客厕，咁就旁边咧仲有个公人房，公人房咧呢间都好大。咁呢度咧都有间房间，其实佢总共咧有五间房嘅，咁楼下就总共有两间啦。咁呢边我哋睇睇景观，哦，海景好靓，喺氹仔咧有海景嘅单位真系好少噶。好，我哋想去楼上睇下。咁楼上咧有三间房嘅，其中一间就套房，睇下呢间先。呢个就厕所，客厕。呢个住砖套房，全部睇海景嘅，个景观靓到不得了。好啦，呢度佢就间开咗，呢度就可以做办公，呢个厕所。双人房嘅厕所好大，咁呢度咧，佢本身系一间房嚟噶，咁业主咧就而家就做咗一个衣帽间，好，如果你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话咧，揾翻我啊。我系 Vivi 姐姐，中意影片嘅朋友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。想知更多市场资讯，关注我哋中原澳门及环球 Facebook 专页或视频号啦。